かつくんだよ。やるのか。来了来了，女王在哪里？叫她出来！我要看看我们母虫女王有没有真的这么猛。博士的过去二，嗯，只要看着，如果面前真的有一个小女生这样看我，一定扇她两巴掌。来包。被称为戏场前之女王的我，有到了。昆虫女王メスキング。さあ、君の昆虫カードを選んでね。好的，帝王蚕是刚刚小五用的牌组嘛，战斧劈。还有魔花螳螂，龙卷回旋戟。不过龙卷回旋戟这种技能。次は打撃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好像没有。次はハサミ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龙卷回旋戟。次は投げ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没有，我没有龙卷回旋戟。次はハサミ技を。次は打撃技を覚えさせる。君の昆虫カードを選んで。战斧劈。好吧，就用你的帝王蚕，让你长得很丑。战斧劈在这里。次はハサミ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可以用连续擒拿技，二十而已，太低了吧。超级大字固定技，来了来了，靠你，超级大字固定技。还有没有看过的？看看超级巨人回旋摔好了。これでいいかい？これでいいかい？じゃあ、覚悟を得ようぜ。我操！看看我的战斧踢。あなたに私は倒せない。亚历山大鸟翼凤蝶，哦，好像很猛。必杀技是过肩摔，是布，看，刚好克制我。不怕，正面上他，马上就先出石头，啊！啊，干，要射了。不愧是昆虫女王，相当了不起。不过我不会气馁，再来一次。飞啊！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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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！直接被昆虫女王操翻了，谢谢大家。看来我没有办法掌握昆虫女王的思考。不愧是女王，太厉害了。嗯，啊什么？上面还有更强的吗？再来啊！这是要选一个剪刀强的。不愧是昆虫女王，我的第一败就输在这上面了。来来，选个剪刀强的就对了。君の昆虫カードを選んでね。我要先选个好看的妹妹。有没有四的？好了，深山秋形虫好像蛮强的。哎、欸，它本身是剪刀脚，就用你了。
次は打撃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第三个人，猎狂党。次はハサミ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击必杀技是什么？正面锁哦，我正面锁。次は投げ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これでいいかい？好，来吧。始めるぞ。気持ちいいことしてあげる。山クワガタ。看看我们的深山秋行虫吧。我觉得我深山秋行虫蛮强。总而言之，不要出石头就对了。我看你刚刚先出布，你这次一定也会先出布。马上用我的必杀技吓吓你！啊！哎呦，竟然平手，马上再吓吓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！今だ！就是现在，超级巨人回旋摔。哇，结果平手。又是现在，超级巨人回旋摔。骗你的，其实是正面锁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弱い。弱すぎる。凭你！しびれるぜ！俺の勝ちだ！是不是？泣きっ面に巨文陈磊，私你做群鹤舞空，心之所向，则祸千祸百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在说呢，驼兽虽然很北七，但是聚集起来的声音也可以像打雷一样哦。很可怕的哦！上一场是因为刚刚好用到被他 counter 的角色，没办法。当我知道他会干嘛之后，你不过就只是个手下败将，太弱了。本是打算赢过叔叔后再和博智对决的，哦哟，还有一个博智哦。他不是和叔叔您在一起吗？那看来就是博士了。根本不正眼看我，也没有说到话，酸酸甜甜的气息，哈哈哈哈！就你使用蝴蝶切罗罗黄蜂，哎呦，意外了，他在左边第二格，人家胸部也好小。我不喜欢小胸部的牌，得到经验值20000。我们沈士丁大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就是我啦，神士丁大师啦。还少很多牌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，我还差13张牌。难道这个 Mess King 可以打很久吗？博士在哪里？博士还有哎、欸，好吧，再来吧，打到这边来了。刚刚又打倒了昆虫女王，看来是时候对。怎样？看你是没有被我们 Mess King 揍过哦。Mess King 啦啦。
说你可以踢美食定谷的屁股吗？死吧！啊，好吧，只好点个贵一点的，鲜榨葡萄柚 Highball， 再配个洛梨左柚子芥末酱章鱼烧，好贵哦，吃明太子就好了。なんてことだ。なんてことだ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是说我们童声哥的酒量好像蛮差的。我也要跟他一起玩。加一加一，选我，选我啦，没有啊，我要跟那个妹妹一起玩啊。そこで何してんだって。我也要玩啦！走啊！哎，干他怎么突然就打架了？邪魔だ。哎！我好心想要跟你一起玩，就你打我。真鸡巴！人間じゃねえよ。很多可以一起玩的说。ちょっとそこな。啊！不要，我要打电动，没什么兴趣。Hello， 博士。重乐乐。最近都没有去补习班，一直到去年啦。所以你是很喜欢宠，而不是喜欢女人的肉体吗？哎，有这么纯真的年代真好。那你就错了哦，政治，消字丸。嗯，曾经是我好友的人，曾经就是同谋他机啊，并不是因为输给你而离开这里的哦，转学而已啦。哎，这个是 S Ten。Obus， 谢谢。现在的那家店第一名哦，这么厉害、啊，看来昆虫女王还比不上你，你才是真正的 Miss Kingu 啊！看来打倒你，我就会成为 Miss Kingu 了。笑得真淫荡，他刚刚是偷抠他屁眼嘛？上吧！哦，道歉了，变成头毛塔基了。嗨，
可以啊，当然好啊，可以跟真正的 Maskingu 来一场激战。我也是很开心的。好的，刚刚送我一只臭蝴蝶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，我不想要用臭蝴蝶。看一下哈，罗什么罗梅洛绝技，大字固定技。我想用看大字固定技，从来没有玩过大字固定技。超级正面攻击，超级坠落攻击，最强攻击哈。次はハサミ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大字固定技呢？有了有了。次は投げ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不，我都是高阶技能。これでいいかい？来吧。お前が女王だ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ノコギリクワガタ。身怀巨子的武士，必杀技是我的剪刀。妆太浓了，除此之外其实还不错。长颈鹿巨蚯形虫，必杀技也是剪刀。超级这种连续擒拿技。强度207耶，马上先出布，有本事就出剪刀啊！啊！抱歉，不要啊啊啊啊！干，你再出一次剪刀啊！秀，你不敢啊！不愧是真正的 Maskingu， 太厉害了。我是 Maskingu， 来啊，再来一次啊！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超爱出剪刀。来吧，消智丸，怎么爱出剪刀？King， 事不宜迟，很快来出个超级超级拳头脚，拳头脚好丑，然后用个七星瓢桶，但我拳头脚怎么都这么丑啊？受不了了，用七星瓢桶吧。次は打撃技を覚えさせるんだ。我必杀技是什么？坠落肘击，坠落肘击，超级坠落肘击，怕了吧？剪刀，剪刀用一个超级大字固定技，布就随便选了，布不要乱出，我们看破你了。お前をメスキングにしてやるぜ。あなたに私は倒せない。七星瓢虫，色彩鲜艳的偶像。来吧。始め。哦，出这么快。出石头，嫩，
让我超级坠落肘击，碎！哇！这就是救急必杀技的滋味。再出石头啊！竟然被看破了。扛进入走，就是现在，就是平手。It is more, it is more。出这么快，就是现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塞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瓦子力，瓦子力，俺の勝ちだ！結婚していない女の人に悪い男の人が近寄ることだよ。詳しくはお父さんやお母さんに聞いてね。招蜂引蝶就是形容动不动就和很多异性扯上关系的驼兽。看来我才是真正的 Miss King， 凭你。平手封杀是什么？平手时不会受到伤害，好像其实没什么用。我一直在剧场前店，你要再来跟我对决哦。再见喽，叭叭叭叭叭叭。中乐乐。25000经验值，不错吧？好的，玩爽了。哦，还有哎，没想到我们的 Miss King 可以打这么久。令我感到惊讶。博士就想和博士认真的对战哦，看来就是最后真正的甲虫王者了，抱歉，母虫王者了。那你就想拿出真本事打评分，就这个卡片还不够多，干，可是这已经是我最多的牌嘞，看来要解主线去寻找更多的牌了。传奇的母虫王者吗？最强的母虫王者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称号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好像要去那个嘛，去那个，去找那个什么赛之河远，应该是在最上面飞镖店附近去看看。我需要更多的牌组才可以跟传奇母虫王者决一生死。目前让我输过就只有昆虫女王跟政治而已，可是都是刚好被他们 counter， 没办法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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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是又想要跟我母虫王者来一场激烈的对战的吗？又踢错了。哎！V has come true.
あ、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土下座しても許さねえ。目障り。奥山。小刘天。好，达成了，快攻锁打倒200米，终于可以不用再用快攻锁。哎，抱歉。いいじゃないで。抱歉。啊，好，看来要去寻找关于这个，关于这个什么东西的地方。应该就是在这边吧，赛之河远。他说不是说在公厕吗？是哦，公厕。应该看哦，哎、欸，真岛哥哎 ，Hello。哦。哈哈哈。嗯。嗯。またな。嗯。キルちゃん。真岛哥就在这边抽烟，他不就这边公共厕所啊，还可以进来嘞，那100%在这边啊，霸气。地上有亮光哎，这边光源，这里吧。嗯？还有不让我用摄影机？一定在这里啊，赛之河源。欸，可是他不让我进去，我是不是还要先触发什么什么主线的东西啊？首先找各式各样的人谈谈看好了。堕落的快乐。对啊，怎么看都是在这边啊。他这边一定有，我刚刚看到地上好像有亮亮的东西，他不让我捡。就不让我用，一定是在这边啦，只是应该要先触发到什么？我说跟各式各样的人对话看看。哦，看过了。嗯，啊，まだね。先触发一定的那个一定的剧情。ちょっと寄付してもらおうか。後悔するなよ。冰点。啊！踢到懒觉了。勘弁してくれ。わかった。くれ。わかった。おっとちょっと。おお、ここいいじゃん。感觉这边就还有东西啊，这应该是还有这个啊，觉得是应该是之后什么东西就开放，这边也感觉有。我先找各式各样的人谈谈看好了。就只好四处找人家对话啦。干嘛？
口穴だ。剣じゃねえよ。而已，越而越什么？怕了是吧？二呀！要睡哦，睡哦！可以打。一堆人想找我打架，怎么打了？死狗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姉ちゃん、一緒に遊ばねえか？ちょっとぐらい付き合え。给我金盘。後悔するな。ヤマサキ、どこ？西、西耶！我踩脚趾直接飞出去，看这脚上装弹簧哦。能量饮料加加。哦哦 ，sorry。なんでしょうか？行こう。还行。なんなんだお前。对呀。不错。嘿，各式各样的人对话看看。先去找那个好了，找那个电动玩具前面那个，开始跟我讲情报，看他有没有好的方向可以找。啊！入口是公共厕所，哎，就讲到这边而已啊。你愿意讲讲？恭维，你知道赛之河源怎么进去吗？就是这样，拜拜。キリュウ、いや、まだ効率的じゃねえな。ひょっとしてそうだ、サイの花屋だが、そいつがいるのは西公園か。ああ、通称奴はだが気をつけろよ。一度中に入るとだが、いかだでさ。ああ触发嘞，哈哈哈哈哈！干，就是要回家讲话，霸气，真是太聪明了。这样就有方向了，就简单了。哎，下午嘞，好快哦，我比较喜欢早上。哎，お兄さん，早上比较帅，那都比较有趣。
所以我打架了好像都结完了哦，路上遇到人应该不用打了，除非必要，不然就不打了。对啊，我前面就全破了，唐岛之龙风格哦，唐岛之龙现在这么烂，除非有人被找麻烦帮他就好了。进斗技场比赛后的十字冠军这么简单？感谢王者今天的莅临，波浪服波浪。ATGX15什么的，原来这个账号是你的哦，谢谢谢谢谢，正，更新。对啊，就这里啊，这么大一个，还要先进，哎、欸，狗，哎、欸，触发完之后，一来这边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嘛，都可以对话，实际上都没有意义，真岛都没有意义。有剧情了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那，あんた、張り紙あったろ？使用現金、ちゃんと見たか？ちゃんと見とけ。啊啊哪里哪里有写禁止使用，使用严禁管理人这个。好，上面写的严禁使用，使用严禁管理人。好，我看得很清楚了。那，あんた。有，我看到了。張り紙あったろ。じゃあ何されても文句ねえな。うっせろ。こっちはヤクザに用はねえ。消えろって言ってんだ。公衆便所はみんなのもんだろ。てめえ。はい。はい。ええ、そう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どうしていいそうだ。しわら。こっちだ。通往极乐天堂的ご案内します。キリュウさん。およ。もう身元が。新ちゃん好、我他妈现在身上没带美金哦。サイの瓦だぜ、ここは。劝注意一点哦。ボスは地下の一番奥で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。どうぞ。攻杀小，有武器商哎，哎老帅，原来你有卖母虫王者的卡牌吗？超级强力马达，顶级哦，你有卖哎，来来来，各来一张，
亚历山大鸟翼凤蝶180欸，超级头顶最值，反击回复，双超级双重落击回复，所以用了这招技能是可以补血的意思。いらっしゃい。马达跟这个，这个还有必要买吗？虽然想要把它买满了。想买这个有什么意义？有意思吗？把它买一买啊！いらっしゃい。漫画杂志，这可以充当防具。嘿嘿嘿，舒适鞋、防弹玻璃护身符、危险物品，切勿对人使用。看，有80000。食盐湿湿喷雾，大师保龄球，好贵，玩爽。我现在可以自由在这边行动吗？可以耶，这边就这么大了，该开出我的侦测器了。干，我的卡片侦测器呢？啾啾啾啾啾啾啾。靠我的眼力了吗？ボスは地下の一番奥で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。ボスは、どうぞ。塞兹河源的黑人。哦，这边刚好有那个。哎呀，狗！有没有牌，或者是哎，看起来超接近才会有声音，这个这么明显。有没有牌呀？你这边加一个支线，胖街友。胖街友，你在冲三小、啊，先不想理你。我要找我的牌跟我的钥匙。狗。哈哈哈！哦，体格还眼神，应该是个好手吧，老弟。我不会干那种霸王硬上弓的下流勾当，凭现在老弟要赢也太简单了。感受到一股龙的气息，完全觉醒。我跟老弟交手，怕也不能全身而退。哟，看来你就是邦古哦，还是木古？古木随便。看来这个大哥。之后应该可以跟大家学习新的技能吧。我身上有一条龙哦，想不想看看我的龙啊？狗！
怪啊，这边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就只有一个钥匙？总会给卡片吧？什么都没有。嗯。赛制和源就这样而已，太烂了。这一条哎，没有，就一个支线而已，把这一条。喂，强粘力超强的胶带，有了，我想起来之前有给的，给你粘力超强的胶带吧。哎。太空是开发的交代，你的房子也盖了出来。银色锁皮箱，好了，又是一个交换任务。你凑到我，我坐在这边都闻得到。进入龙卷回旋戟，看起来蛮强的。原来还有这种地方哦，很神奇耶。头目正等着您哦。这么惨哦！我个藏东西，哎，扛记录走。难道在这个里面吗？没有，更过来一点。好，拿到了封锁必杀技，我可以封锁必杀技了。卡牌还蛮足够的了吧？刚买了四张，又捡到了三张。三、四、五，少五张而已。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よ。B 五。进不去，格斗场之类的东西。我赌一把，
被选上的人才可以进去。很炫，这感觉又也像决斗场。嗯，地下街头。厉害呢！客上呀！看来这边就是下一个主线了。对一下地图，对完地图几个路就关了，今天就不继续了。看看地图在哪里，人中之龙。这边还有一张哎，这不靠近过去看，根本看不到。老实讲，哪里？干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妈，这真的不靠过来看，看不到哎。帝王袭蜻蜓，哦，200呢，好猛哦！我觉得他的技巧超烂，默契度配置表超低，只能用一些小技能而已。都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总共剩四张，还有一个地方现在进不去的，然后就没了的样子，好像就是要等那个支线才可以收集完成，果然啊。对啊，我看一下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就我自己看，我去记录，去下面记录。好的，大家不用紧张，我们下次开台就会直接玩主线了。因为不玩完我也出不去。今天玩得很爽了，我们有唱歌，有保龄球，有母虫王者，爽了没？爽了没？看爽没？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